枝夭夭，灼灼其华。2月10日早上，白云区石马桃花公园人头攒动，一派热闹。自1983年首次举办，后来一度中断的桃花雅集活动再次重焕新枝。活动现场，31位名家或吟诗作对，或挥毫泼墨，将自古以来人们对桃花的喜爱与追从娓娓道来。白云区君和石马桃花历史源远流长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公园里的桃花朵朵盛开，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赏花拍照。